小丹姐来啦！哎，来进来，来进来，那个我不分钱了，你就弄什么？半夜我陪你来，你讲我不来就是假的。而且现在你儿子搬啥呀？我就想一天输个，是不是来？你再胖瘦了，大你弄弄坏整个马上擦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是姐姐？这么自信啊？那不是姐姐吗？那叫阿姨吗？哟，你的生日真个嗨给，这种光让我个粉丝讲，总有个先来后到。好了，来。哎哟，眉毛的衣服噻，哎，是个变特子个人哦，不是看，哎，变特子，变特子，哎，你那粉当几套也无个啦，你教他，你教我，我傻掉了呀。快点走吧，我会带你去新房里向去。好嘞，先姐妹一来弄皮毛，再来洗脸，你到搞来。那种光了什么，我他非来什么啊？两个不得了，现在跟我姓郑的，是人。哎呦，弟弟啊，来到从那个门口的呀，还是没人看呢，还不来救呢啊？那个房间呢漂亮的啦，哈，风景最高的呀，这哎，这上毛大头，哎，我他那当当女朋友困了一点啊。哎，真的吓死了，起来是去啥不房间，不晓得去牛市还见着他呀喂。另外不去个口，都来了一只来年困了老大呀，啊。想嘛想得出个，阳光灿烂的房间。滴个哩，滴滴个哩，滴滴个哩，开心的不得了呀。开心啊！啊，等下三牛看不见怪，哎，到后来夜汽车、雨汽车、夜电瓶车、雨电瓶车，可能会遇上部烂机嘞。在这慢慢慢慢，阿是个啊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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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来读书了，罗大大家来看看。哦，一到我一个书房间嘞，三十三十天啊，够的吧？哎呦呦呦呦呦！不能动，一个不能动啊，弟弟啊！一个人都来了，一只来样吃饭多少？哎呦，一天天还是比三牛灵嘛，饭天叫被带走啊，走了，阿是个。这还算是个女朋友的标配，三牛这种地方是啊，只有来娘行得了。冬至吧，洗衣机烘过去，双开门冰箱，还几十年。哎呦，宋先生，人生只吃个姜鱼，喝港酒。是是是，这个一份高的，一份厚啊！我一到我一个卫生间来 ，Hello， 来帮过来个你话，我看你拿出来，今子，付一出来才是本事重。哎呦，啥都有本事重。弟弟。太阳掉，快点看。你白呢？白搞不定。你知道我白搞不定，我哪门口去讲？那三年吃万一叫么子应该搬，不应该上天台海？还给我到窗外个到窗来。那么你去搬呢？我明天去。不还叫侬谁搬他？明天我电瓶车还来不？你电瓶车来哪搬？我这样还进得来。不，你上没啥意思？你罗达来个一个嘛？罗达来我天台来过，一分钱一万。这个还倒是可惜嘛，对不对？快点看。哎，还啥掉？弟弟啊，还啥掉？但是该花子那一分钱的个么子啊，挪不出十一万。有种你也讲着，儿子屋里推得一天书到，你要得来了一样，眼睛发啥修走去过三点书啊？讲不到听，都做都错。都杠都错，扣了身子米了，一个礼拜吃一道。